来关心埔主配田宫的消息，有300多年历史的嘉义关灯古迹埔主祠配田宫，在3月25日半暝发生大火了后，经过专家的鉴定，目前庙方依照文化资产保护法进行紧急的古迹修复工作，目前正奠定所在也以铁板围起来。今仔日馆长张华官、立委陈美文、市长王如金再次进入正殿来勘灾，期盼早日将古迹再修复，以恢复配田宫风华。3月25日半暝的一场大火，也成为配田宫建庙以来上大的火劫。经过消防鉴定了后，起火点是段所的高雄基丁天信宫炕香搭倒起来啊！立地火烧了后，庙方也将整个庙前甲正殿全部以铁板封起来，并进行高级进行的处置。立地5日也将庙前的铁板拆除，恢复原本的广场。同时也请配田宫正三妈伫大门头前坐镇，并且提供。祝风信就膜拜啊！咱的神尊达身吼出去吼啊，大概都是现在在做清理，大概就是熏黑哈。目前的阶段比较严重的，反而是哈，咱这个三川加拜等这个来对家哈，加靠修就较严重的哈。我们现在等这个文资法紧急处理办法哈啊，把它处理完毕哈啊。我想这一次哈，3月23的妈祖生哈。哥，你咪搞啊哈！啊，咱呢当署长哈，其实哈啊，嘛是要着手哈，照常哈进行咱所有哈庆祝哈妈祖哈圣诞千秋哈啊，这个活动哈系列活动还是照常进行。啊，简单讲就是讲，虽然啊，咱的火灾有甲咱啊分掉哈啊，但咱只要咱消化哈修复材料哈，啊，咱妈祖部哈啊感官哈啊会当啊来，予咱的先行代替啊，大家继续来参拜吼，所以讲讲啊，咱即届吼，咱的马祖部会使讲啊，成为显赫吼啊，咱嘛真期待吼，就是讲咱的庙方这边吼，啊，咱赶紧甲咱的配田宫吼啊，咱的火烧起的这个部分吼，赶紧甲修复完成吼，啊，当配田宫哦，即处拄着这个火灾吼。按你哦，啊，咱做着紧急围篱，啊，内底面吼，啊，做紧急支撑，咱拢做好啊，吼。啊，经过专家来咱啊鉴定，咱的外口三川布口吼，即安全无虞啦，哈，就是讲伊的茶拢无叫烧着，干那分着尔。啊，所以讲咱应变啊，咱的应变措施讲，将咱外口的即个紧急围篱来拆掉，啊，咱请咱的正三嘛吼来坐镇啦，吼，好让啊即个。啊，咱这乡镇吼，来要参礼吼，咱妈祖婆在入口吼来参礼吼。啊，内底面咱的动线，包括要参拜的这個动线，啊，咱嘛拢规划好势啊吼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咱这先行吼，造成较不便的所在吼，先来大家抱歉。六号中昼时，馆长张华官、立委陈明文、市长王如金等也再次进入正殿勘灾，并表示会全力帮助庙方向文建会争取经费，同时也期盼各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早日帮助配田宫再将古迹修复。而配田宫董事长王如金也表示，目前除了伫大门供奉正三妈提供各宫庙参拜之外，开启三妈定神尊。也被移架到后殿，提供信众膜拜。同时，庙方也规划参拜的路线，期盼各界一旦配合，伫妈祖圣诞定圣事。庙方也表示，一切如往常照常举行。最新新闻，中台新闻播主持采访报道。